如今，内娱圈子里拉着有名有姓艺人粉丝冲 KPI 已经成为一种粗暴的方式。过去，关于内娱的热搜词条通常是关于古装扮相、撑伞天花板和舞台唯美度等话题。这些讨论引发了一系列关于艺人粉丝之间的竞争，仿佛每个粉丝都想在这个广场上展示自家艺人的光芒，甚至可能吸引到更多的非粉丝关注。然而，这些最好看、最唯美等话题都是主观感受，审美观各有差异。有些人就是不喜欢某位热门艺人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。但是，内娱断层顶流这种话题却能让粉丝们争论不休，似乎有些过于自信了。什么是断层？断层并不是70分和60分之间的差距，而是100分和60分之间的差距。其他艺人也许在流量上还能勉强达到及格线，但有些人已经成为了流量的巅峰，下一个能突破这个平台的只会是顶流自己。从2019年肖战走红开始，他就迈入了流量时代，经历了数字事件后，他直接登上了流量的巅峰，并一直保持着这个位置。肖战与那些想要争夺顶流地位的艺人相比，差距不可谓不大。在内娱平静的日子里，肖战的数据始终是最高的，这一点无需多言。每当需要做数据统计时，往往要先将肖战从统计中剔除，否则其他艺人的数据表格都显得十分微小。他是那个能够拉高统计表 Y 轴的男人。然而，当某位艺人的数据超过肖战时，他的粉丝们不是大喜就是大悲。无论是该艺人官宣恋情、宣布孩子、获得奖项等好消息，还是卷入负面消息、遭到爆料、被揭示私生子等不被承认的事情，肖战的粉丝们总是心情起伏。在内娱中，肖战的地位无人能够否认。即使有些黑子们散布关于肖战的谣言，但无法否认肖战一出场就能掀翻其他艺人的流量，这是一个巩固且断层的事实。他在活跃粉丝数、剧粉盘、路人缘、作品影响力、商务价值和时尚影响力等方面都处于最顶级的位置，是内娱中唯一的顶流。实际上，内娱顶流的水准从未改变过。以前，杂志销量几百万，商务价值数千万，单曲销量几千万，已经足够让一位艺人称霸娱乐界，可以说是断层了。纯粹从内娱出身的艺人可能从未见过世分这样的东西，直到现在，肖战横空出世，将这些数据推向一级别。他的单曲光点达到了 1.63 亿次播放量，这绝对是亿的级别。问问其他艺人的粉丝，有谁敢拍着胸脯说自己的艺人比肖战更强？其他粉丝不承认也没关系，只要自己的艺人知道就足够。如果真心觉得和肖战对标是合理的，不至于相差过大，可以争取一些具有同等追求和审美的粉丝，费心去算计别人的固定资产，而不是努力提升自己的流动资产，实在是不太会算账啊。以上是对于内娱断层顶流和肖战无可匹敌地位的分析。肖战作为内娱唯一的顶流，他的位置是众所周知的，无论是数据统计还是影响力，肖战都名列前茅，其他艺人很难与之相提并论。虽然粉丝们可能会产生争议，但肖战始终独占着顶流的位置。